说罗曼今天都有稳住，赵光田同学都有稳住，而且球速提高49了。哎，没有错哦。对，罗曼呢，在前阵子呢，刚这个今年成绩说并不是非常稳定，然后就是调整错。事实上呢，罗曼已经上场比赛90分，一大犀牛队先发6局没有失分，拿下胜投的就是罗曼。那罗曼呢，也是高球球没有失分，其实话说回去。14局没有失分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请现场的球员呢也一起跟我们大声的帮罗曼加油。